多的人了。哎，下一首在台湾最有名的 Okinawa 的歌曲，非常非常非常有名，2400万个台湾的朋友们一定有听过。但是大家不知道，这首原来也是 Okinawa 的歌曲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哎，原来是 Okinawa 的，不是大家想到的那一关那一首，不是那一首，不是大家想到的花心那一首，不是，另外一首非常有名，很有名，一条。礼拜一晚上不要想太多。OK 啊 ，OK 啊。
查理巴丘的，以查理巴丘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认识的都是朋友，见过面的都是兄弟，所以大家不要斗来斗去，大家基督徒要，因为大家是兄弟，大家是朋友，所以大家互相帮忙，大家一起发展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以前一把球的，我听到很喜欢说这句话，以前一把球，对，以前一把球，然后喝酒的时候，哇，以前一把球的，以前一把球一大堆兄弟，对，就我听到啊，的想法是大家互相帮忙的意思啊。OK， 那参与一下，我听到有一个传统的歌曲，兄弟挂不是兄弟小姐，然后直接接到了。嘻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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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起有气，意思就是说大家站起来，大家赶快站起来，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发展的意思哈。两首都是在我听到非常非常有名的传统的地方。OK， 一下你把球的，然后直接接到，嘻呀嘻呀嘻呀，一起站。Call it.
请问大家有没有去过沖縄？哦，突然问，你去过沖縄吗？沖縄是好地方，非常好，对，速度很慢，非常非常慢，对，很慢，很舒服，对。以前很喜欢去夏威夷，对不对？日本人也是，现在不用去夏威夷，到沖縄就好，一个小时就到了。沖縄好地方，对，很像夏威夷。下一首呢？刚刚说的，沖縄的你好怎么说呢？嗨塞，对，嗨塞，嗨塞，对。我刚刚说沖縄很像夏威夷，夏威夷的你好怎么说呢？阿罗哈，阿罗哈。下一首，我们的自作曲，嗨塞跟阿罗哈结合起来，结合起来，对。到底我们到底唱什么呢？大家听好，对不对？其实歌词非常不重要，感觉比较重要。但是如果想知道歌词的话，我偷偷告诉大家我们的秘密，我们有 Facebook， 我们有 Facebook， 直接到我们的团名就可以搜集我们的讯息，然后我可以看到我们到底在唱什么，都是翻成中文。放在网络上面，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在唱什么。对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，对，就是叫放松、放松、放松的意思。对 ，OK， 하이사이아로하웨，가시마모시아，榕树，榕树有两榕树，大树，沖縄那边说가시마루，对，榕树之下。有一个男生会想念，有一个可爱的女孩子，对，啊，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可爱的女孩子好不好？对，手风琴乌鸦，乌鸦，他叫乌鸦，对，姓乌，名字是鸦，乌鸦，然后他叫熊，很阳光，对，两个人都是台湾女孩子。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结婚。如果有儿子的话，你应该有机会，对不对？要，对。然后，经常是天气酷的，他也是来台湾十七年，对，已经快60岁了。我叫累，很累的累。对，今年26岁。今天还没有结婚。今天，如果有女儿的话，对，今天我们还没有结婚。明天不一定。OK， 榕树之下，感谢大家的欢迎，汉山安排。1, 2, 3。You're not here
特别鼓风琴，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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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琴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下一首也是我们的四首曲，我们之前有专辑，有 CD， 压一次就没有了，压一次就没有了哈。OK， 但是没关系，现场就可以听得到就好。OK， 很好听。Okinawa 的加油，日文的加油怎么说？頑張って，对不对？頑張って，頑張って。Okinawa 的加油说チラリオ，チラリオ是大家一起加油，頑張って的意思哈。下一首，来鼓励大家，大家一起加油，チラリオ，意思哈。然后很简单，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唱，因为 Okinawa 的歌曲听起来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差不多开始了。对对对，这时候呢，唱歌比较好。我们先唱《七八里游子》，《七八里游子》，《七八里游子》，《七八里游子》。大家一起唱哈，来好不好？金刚丹，金刚丹，跟着他们就好了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金刚丹是这样讲吗？是吧？金刚丹。金刚丹，刚，七八里游子，七八里游子，这样就可以了哈，很简单，很开心的一首哈，大家一起加油，加油 ！OK， 1、2、3，you
千万不要让他一起，让他一起，让他一起加油。太棒了 ，OK， 谢谢大家，还有我们叫 Spoon the Show， 我们的团名叫 Spoon the Show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中文的意思哈，说用汤匙敲你的头。很可爱，对不对？用汤匙敲你的头，是我们的团名 Spoon the Show。对，请大家记得我们的名字，不要忘记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下一首，在 Okinawa， 民谣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，很有名的一首《岛人之宝》。对，啊，很有名，《岛人之宝》。有没有听过夏川里美小姐的歌曲？如果家里有他的 CD 的话，可能有印象。对，泪光闪闪的另外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《岛人之宝》。对，其实 Okinawa 也是很小很小的岛。对，所以希望可以保留 Okinawa 的自然哈，Okinawa 的环境。现在有一点糟糕。对，很多就是开发为了开发为了赚钱，其实赚钱也很重要，但是我们希望可以保留 Okinawa 的。自然啊，自然环境。OK， 导演知道，大家一起来，一样试试，大家一起来唱啊，很简单，要不要试试看？跟着他们，我先唱，然后大家唱，一样试试，做个练习，练习小小的，练习的，还有小小。風に吹かれて波に揺られて少しずつ変わってゆく。
Oh,
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来听首呢，沖縄的民谣，非常非常民谣，沖縄很喜欢很喜欢跳舞。这个跳舞叫卡恰西，卡恰西是什么意思呢？卡恰西是卡恰西，搅拌，搅拌的意思，就是开心的事情、不开心的事情，喜欢的、不喜欢的，全部都在搅拌，搅拌，大家一起来跳舞的意思。下一首。下一首听到的跳舞就是乔班跳舞卡恰西的时候唱的一首阿西比达，然后直接写到火内容。 OK， 이기ますよ。很开心的时候大家别客气，一般不是没有什么态度，别客气，大家一起来跳舞。好，一个要哎 One Day She
非常非常期待等一下可以听到这句话。如果一个都没有讲这句话，我们四个还是会继续。但是所以是比较开心的，对不对？请大家让我们开心。面光闪闪和他说说，有没有听过？有很有名哈，那他说说面光闪闪，哎，超级难唱，很难唱。小时候你没小时候真的很厉害，对，今天试试看。OK， 但是我不太会唱面光闪闪。如果这里有很多麦克风，如果会唱啊，你会唱，对不对？如果会唱的话，真的别客气，所以跟我一起唱，真的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真的不用害羞。其实沖縄人也有很多，沖縄大部分是害羞，看我就知道。最后一首，很可惜，很可惜，泪光闪闪，很可惜。One, two, three.